这个红包本来就是我过生日别人给我的，被他给截胡了。再说他现在肚子里有个孩子，我要不赶紧花他的钱，全落那小家伙手里了。哎，爸，哎，待会儿啊，陪我再去趟 Tiffany。干嘛去啊？继续提款呀。哎，陈佳佳，你这吃饱了饭不回家，把我领这儿来，还说什么提款机？你不会是惦记让我给你买什么东西了又？哎呀，你帮我在这拍张照，来。啊，就是拍照这么简单吗？哎呀，快点，你给我拍那种高一点、瘦一点的。啊，高点可以，好办。来，三二一，哎。哎，好好好，再来一张。这样。好，一二三，好。啊，再。再来一个，这样。哎哎，你刚才那个 pose， 那 pose 好看，你保持住。好看。啊，对对对，待会别动啊。嗯。别动。哎，陈佳佳，说这提款机我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啊，你是不是惦记退了项链换现金啊？不愧是我爸，我一开口你就知道我要干嘛了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我过生日，您和红妹各给我买了一条项链，结果这两条完全是一样的，买重了，所以我想说退一条，您没必要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啊。你等一会儿，佳佳，你是惦记把爸爸给你买的项链给退了呀？当然不是，哎，我退的是红妹那条，用的是您的发票，然后钱一人一半。这样，这来，先来，坐着，来，乖乖啊，爸爸跟你商量一下事啊。你现在有两条项链是完全一样的，对吧？我跟那个红卫叔叔给你买的，你不想要一样？你要不想要一样的，你可以还一条，把妈妈那条还给妈妈呀。你把他们这个退了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不是，他又不会知道，这跟他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哎，就算他知道了也无所谓，他也不会管我这些的呀。而且他可能还觉得挺高兴，他觉得我有商业头脑呢。嘿，陈佳佳。你自己创造价值，那叫商业头脑。你把你妈妈给你买的礼物给退了，这叫二道贩子思维，知不知道？爸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两条项链它都是我的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哎，那现在我要是还一条给我妈，这就严重破坏了我跟我妈的食物链关系，我们的生态平衡就被人为破坏了，未来我们的母女关系也会因此产生裂痕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。意思就是我妈给我钱，我花我妈的钱，这是一种平衡，不能被破坏。我要是把这个项链还给她，她一生气这就破坏我们亲子关系了。但是呢，我要是把这个项链拿回去换现金，这您的价值观又不允许，对吧？那我绝对不能允许。那我们现在换一种角度来想呢，我留下我妈给我买的项链，但是我又不能有两条一样的，这就是浪费。我呢，把您送我那条，我给他退回去，这样你的卡里就会多一笔钱。这多出来的一笔钱，本来是你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打算花出去的钱。这个钱呢，我留一半作为生日礼物，我还给您一半。但，哎呀，爸，总之我绝对不会乱花你的钱的。这么多年，你把心思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你又不谈恋爱，又不找女朋友的，不像我妈，她又怀孕又改嫁。该孝顺谁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啊。不，等会儿。哎呀，您看嘛，这结果是不是一样？但是你的思想角度一转，这一切就通畅了。这就叫换位思考。不是，你这都跟谁学的？这是？这我跟您学的呀。您从小就教我“曹冲称象，大禹治水，牛顿的苹果，司马光砸缸”。是，换位思考是挺好的。但你别忘了，你这有时候换位思考一极端了也不行。还有什么刻舟求剑、守株待兔、缘木求鱼？钢铁侠没穿装备，啪掉下来摔死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佳佳，你看你这脑子这么好使，你说你好好学习多好，你天天画什么画？你这考个北大法律系，当个律师多来劲啊！还有啊，刚才你说太快，爸爸没插进嘴，我得抱歉通知你一个事儿，就我买这项链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问过了，这个不退不还。啊？哎，您怎么不早说呀？合着您耍我呢？你也没让我说，你这是嘚啵嘚啵的啊！算了，别退，别换了啊！不过也没事儿，我可以把项链拿到网上卖了。小杰，你下去看看俊俊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要那么惯着他，他已经20岁了。姐，
你们刚刚也是话赶话说急了。我相信俊俊他不是故意要跟你对着干的。我知道是话赶话。让我难过的是他不相信我。不过也确实是我亏欠他。你也不要这样想。就算是天天在一起的父母都未必能和孩子相处好，何况你们呢？要让我说啊，等他考完试，你把当年的事情跟他说开说清楚，母子之间没有过不去的。其实小俊他刚才说的是对的，你说李平不回我微信，我确实是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可是我心里确实有过不想给他打电话的念头，不都是因为过去妈妈，我确实有男朋友了，他叫陈卓，也是江西人，上饶的，但是他是李平的前夫。我就说你有男朋友吧，你还一直都不承认。那我不是有顾忌吗？妈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跟您招了吧。我跟童斌离婚了，我结婚也闪婚，离婚也闪离。对不住啊，妈，总闪着你。你没事吧？挺好，迟早的事。我本来就不看好你们两个人。童兵是妈宝，妈宝迟早要毁在妈的手里。他那个妈我更不喜欢，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以为自己在大学里面管个后勤就是教授了。行吧。刚才我还说就我和你姐俩人离婚呢，这回行了，咱们母女三个人算是把离婚这个事儿凑齐了。握手握手，庆祝一下，来来来，握手。妈，快，三个人嘛。妈，凑齐了吗？您说的不是反话吧？您真没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小敏，嗯，其实你已经离婚这么多年了。找个男朋友很正常，但是为什么就偏偏找了李平的前夫啊？当然，妈也知道，缘分来了，我就是想拦我也拦不住。他和李平应该也离了有年头了吧？嗯。行吧。离了婚的男人说不定还懂事些，让我见见这个李平的前夫呗。他不叫李平的前夫啊，妈，他有名字，他叫陈卓。陈卓，让我见见这个陈卓。不是妈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开明了？这还是咱们家那个老太太吗？我要是不开明，你们俩现在就得去叫救护车，得抢救我了。别忘了啊，陈卓就这两天。嗯，周末。不去，肯定是小军。你好说。我知道。进来吧。
对不起，我不该故意气你。妈妈也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妈妈离开老家的时候，你还太小了，我好多事情跟你说不明白。你已经20岁了，是个成年人了。 能够理性的思考问题，我们找一个时间，好好聊聊，互相了解和理解。好，在妈妈心里边，你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好，吃饭吧。 姐，用掉你的身体乳啊！好，妈妈，辛苦了，来，给你擦点身体乳。哟，滋润滋润。不行，你给我弄这个，我还怎么做事情啊？没事儿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这手都粗了。你软化软化角质，敷一下。 等我做完事情，你再给我保护啊！保护好了，谢谢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坐坐坐坐坐，快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您自己搓搓啊，我自己搓自己搓，好好好，我搓搓搓。哎，姐，你别弄了，待会儿我睡沙发回来弄。啊，不用，我睡沙发，你和妈睡床。哎，没事儿，我睡沙发。不要啦，我一个人睡习惯了，你和妈睡，我前两天妈睡有一点点不习惯。 姐，你别逗了，说的好像你们卓哥没睡过似的。我跟他在一起都是隔灰隔家，没有在一起过过夜。真的假的？你俩再过那么久，没有一起过过夜？他女儿管得他那么严，他是不会在外边过夜的。哦，怎么没老婆看着，就有女儿看着？ 卓哥也挺不容易的啊，哎，不过倒是个好爸爸，不像小俊他爸，争了个抚养权，一天到晚最后还是咱妈给带。哎，这次俊俊来北京，那金波怎么没什么动静啊？不要乌鸦嘴啊，他这人不经念叨，你再一念叨，把他念叨来了，他才不会来，一天到晚一个大男人只知道撒酒疯。 当初上法院，他还拉拢关系抢孩子，抢完孩子又不养，真是个垃圾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这个事儿了呢？这都过去1000多年了。我是想着这个人，我就来气。一个金波，还有那个李平，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院子长大的，那会儿他可没说什么好话。李平今天不也帮了咱们吗？他那时候也小。 人总会长大，总会变的嘛。妈说了，她那是对你有愧，所以才帮咱们的，对吧，妈？嘘，俊俊睡了，小声点儿。快来，吃一点甜的，然后就睡觉去了。好了，刘小杰，用完不知道放回去。小敏的，小杰的。 你说我什么呀？什么事不是？说那个当年争抚养权的时候，您说李平没说什么好话，今天是将功补过。我没说。嗯？您失忆了？今天在厨房您还说着来着。我就是分析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热情。
我想他肯定觉得当年亏欠小敏。其实吧，当年金波的父亲找了那么多人来作证，你说李平到底有没有说具体说了什么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所以不能把责任都怪在他头上吧。抚养权这件事情上，我也是知难而退。我不就是想早点离开老家吗？ 总归自己上什么道德枷锁，你累回来北京，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带着俊俊啊？话是这么说呀，可是现在你反过来去想一想，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太小了嘛。你想我生小俊的时候是23岁，离开老家还不到30岁，我要是现在这个年纪。 我说什么我也得带他走，多苦多难我都带他走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跟个陌生人一样。我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吧。妈妈也是人，人首先得学会爱自己，只有自己过好了，才能让孩子过更好的生活。你懂什么呀？你当过妈妈吗？你知道妈妈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吗？ 说的头头是道的，行，我听着。反正在妈妈的心里，孩子就是最重要的，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是妈，在您心里，我俩永远是第一位的，所以您才是我们最好的妈妈。就是嘴是第一位的。 你在吃什么？虫草啊！虫草。哎，为什么我是九娘园子，你是银耳、莲子还有虫草？什么情况啊，妈？为什么她那么高级，我这么普通啊？你小小年纪，补什么呀？再说你姐姐平时工作多辛苦啊！您得了吧，您就是偏心眼儿。 从小就这样，来来来，给你吃了，留杯血。你都吃过一半了，我才不要呢！我要原装的。分一半爱心给你啊！不要，拿走，都你的口水，拿走，我饿死。我妈补偿你。你看，这是我自己泡的酒，老家带来的，你要不要尝尝一尝？哎，那我尝尝，尝尝，尝一口啊！尝一口。哎哎。 给我留一点，这里边。这是对您偏心的报复。这个度数很高的，这个孩子还挺好喝的。你是个酒鬼，你现在。还有没有？再来点。还要没有？再来点。李小杰，再来点吧，那多好喝啊！这人怎么意思？再来点酒。真的还要啊？没事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去拿，去拿点。好东西大家分享嘛。